提早过弯，然后放油门，不要卡我 ，Lisa 姐姐。哎，我刚是撞到他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刚撞到那个 NPC 了？不行，好硬，82%，82%。Lisa 姐姐，仔仔，给个机会，仔仔。Roddy。哦，不行，尴尬了。第三名，哦，没希望。Shit， 太 bug 了，他们好扯哦。Why？ 太夸张了吧？我觉得我表现的不错嘞。再次，不行。我一定可以赢他的。还是我车不够好？有这么快就要刷关的吗？认真开。是的，我是刚玩啊。哇，好猛哦！这些电脑好猛哦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一关是他们的车子好很多啊？切内线说的容易，做的难啊，孩子。他们很猛哎。吃内线，叶师傅，切他内线。要练，真的，这要练。给我点时间熟悉。哦，我又忘记这个弯。他那个指标看起来很像就是走那个地方。要多看小地图。有些弯不太需要踩刹车，他可以直接。惯性这样拐过去，拐过去这个弯，甩完后补一下，叶师傅切他右边，哦，这个弯真的超难，怎么第一名换他，补油门啊！刚那边撞太多，第一名怎么换人当了啊？大U弯，前三名就好，把我前三名，拜托。不要，给个面子，水。Nice， 先下 ，OK， 八八。开赛车游戏很难看到聊天室啊。哎，直走。我糟糕，撞赛，我撞。细啊，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该死，为什么？这次很可以哦，不
可以，可不可以直接重来？该死！哦，真的是很烦哎，那个家伙闷。我超专心玩的这一次，天哪！刚刚哪招啊？走会歪掉啊你嘞！把跑完吧，跑完是不是还有加经验？哦，又是你，你看每次都撞到他。哦，真的是很烦呢。GG， 爹呢？原本很快的上。3, 2, 1，哦，超杀。Let's go！ 哦哟，他们这个太快了吧！刹车了！路在这里，压车过弯，压不太下去。我压！哦，膝盖磨地板，用膝盖磨地板的男人，哎呦，撞到，还开氮气，哇，好爽哦！晚上的赌城好美哦。错了，刚刚那个刹车。Sorry。撞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了呢，啊！飙过去，解除锁定，用 Uplay， 用 Uplay 啊 ！Steam Mouse， 你是不是用 Steam 啊 ？Steam 好像还没解除。哎呦，撞到电线杆，然后不会跌倒的男人，超猛！呜，压车过弯，压车可以，再压车，哎，可以，要习惯，要习惯，放点油门，压车过弯，空中压车。用手开路的男人，哦，这个用手把玩真的很爽，那手把震动的感觉真的很有那种骑摩托车，在路上骑摩托车的 feel 啊！又是这里，哎呦，直接这样开过去可以吗？这地方，不，糟糕，装逼了，抱歉，我不应该装逼。这样还有第三名吗？没了，爱玩，太爱玩了，没有第三名哦，没刷到，没有刷到零件啊。没有获得任何的粉丝，只有刷到3000块，尴尬了。好，我看一下这个装备是不是要那个、啊、重新刷、啊。你们说要是不是？性能对怎么过低？哦，我懂了。我现在刷的装备根本满足不了我身上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些是我刚刚野马刷的，所以呢，你如果玩新的关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我懂了，大概了解。MT09 刚好像没有看到、欸、好了，这款游戏呢，目前21到25是公测，可以免费游玩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就可以再来看一下，这样子再来玩玩看啊。如果不错玩的话，就支持一下这样啊。你看这个正面工商有没有 ？UBI 看到了没有啊？这个工商的很明显了啊。那我卡还没刷下去啊。这如果你们还有点人，你们还有点人性的话。看要不要投资一下这个可怜的实况组啊！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这个标库的开台呢就开到这边了。哇，今天开好久啊，开了快已经开了三个小时。好啦，今天开台就到这边。那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次的影片，那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实况再见喽。
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